伤忧伤的人，他还好吗？为什么看起来总有闭上眼睛？就走，也许还没等他回过神，就有些朝夕有交替。没有人知道他，他还好吗？为什么遇到的总是苦难的呢？轻轻拂过半山腰，他的眼睛总有些落寞。云轻轻盖过他头部腰，他的眼睛总是有泪痕。他在等什么？他在盼着什么？他笑得好看。